我是铁道旅行 MZ Ray， 我在2007年11月22号，每次拐了20:37，所拍摄的是5、6次，经由海信号炒作的1.9加8节矩光航车厢，新式自动的矩光航，要等待它通过。5、6次经由海信号炒作的1.9加8节矩光航车厢，新式自动的矩光航，准备通过美术馆站。刚通过是5、6次进海信号操作，5、6、1次进海信号操作的1209电流加8级矩光，这项新式自动的矩光已经通过美术馆，未无接话，新式自动的矩光已经通过美术馆的协管，接下来9:30。